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痴李德慧。今天呢，李德慧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《花痴》。来，眼睛睁开，起来，不是啊，对啊。为什么我可以停掉？号的西门河岸留言会有看到 Kimiko 老师帮我们编的花痴舞。好，那你乱跑乱跑，麦克麦克乱跑，开始乱跑，乱跑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最花痴的一刻，就放胆去爱，跟着我一起做花痴吧。